至于我们在台风的强度会随着往北转，慢慢的快速的会减弱。那一个新北市的强风豪雨最激烈的时间点跟今天早上的判断是一致的，预估还是在2号的星期三的深夜到后天3号星期四的白天。那目前我们判断是今天深夜开始就会纳入海警，那明天的清晨很快就会纳入陆警，所以海警跟陆警的速度其实非常非常的接近。但是我们的风雨的最严重的时间点还是在明天的晚上到后天的白天。至于迎风面跟山区可达，迎风面跟山区可能有局部性大雨，总雨量可达500到700毫米，有一点点下丘，但下丘的幅度并不大，最大的阵风可达10级，礁溪可以达到12级，平均风力4级大概是6级，礁溪有可能达到9级。